主意了，因为你确定要做人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还在了，只是 不在这里而已了，我还在了。我说你确定离开主机长的位置啊？朱记长邹哲明的妙答让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哄堂大笑，就连问话的国民党立委赖世葆也傻愣了几秒。你主席长做很久耶，八年都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样的政务官没有几个、啊。没有，前面十四枚也是啊。对了，我是说在蔡政府的官员里面，还有原民会主委一将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相依为命，对不对？哪一个？一将。哎、哦，我敢不知啦，我敢猜你呢。没有，他也是很的，他至少长得比我高，比我帅的人。好了，我不知道怎么问了、啊。接连快言快语，让赖世葆差点招架不住。掌管国家财政大权八年的朱泽明，个性圆融，脑筋灵活。过去曾担任政大财税系教授，桃李满门。五个国税局长就有四个是他的学生。2016年蔡英文上台，在林权阻隔下接任主计长。如今新内阁揭晓，就等交棒给台南市研考会主委陈淑姿。所以你退下来准备去哪里？我这种年纪能够会走路就不错了，要去哪里？祝福你这个，谢谢了。退下来，身体做得棒棒的，然后呢，有你的事业第二春，祝福你啊！不我不要第二春了，我已经有一春就不要二春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剑拔弩张，只有笑声不断。赖世葆对即将卸任的朱泽明依依不舍。以后是见你一次少一次啊，所以我就对你客气一次。不要见我，我会时常跑来立法院给你看呢、啊。新闻唐信梁俊乐台北报道。